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前几天。小珏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为什么要跟林巧巧在一起？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你看看她爸妈那个样子。她爸妈怎么了？我们家是要讲门当户对的，你不能跟她在一起。王志，别瞎说。我年轻那会儿也没因为你成绩差就拒绝你呀。那能一样吗？ 他们家是城里人，和我们彩虹町的人生活轨迹完全不同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这么保守？小珏，别听你爸的。不过小珏，妈妈怎么感觉巧巧这孩子脾气不太好，这么直接就把她爸妈拉走了？是我的原因。哼，你们爷俩都默契啊，还挨个认错。 是我的原因。巧巧看出我不愿意理他父母生气。小珏，告诉我你内心真实的想法。你喜欢他吗？我喜欢。好，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你不许离开彩虹亭，巧巧也要留下，知道吗？小珏。 找个时间跟巧巧父母解释一下，你爸的。解释什么？臭脾气。我累了，先走了。瞧你。你为什么不劝劝他？王志，小珏已经是大人了。再说，你们俩关系现在刚缓和。 你不要再去干涉他的感情了。我是担心巧巧将来要回城里的。以后的事情，就让他们自己决定吧，好吗？哼，到了以后，就来不及了。